刚才主持人有说了，它是水云间，是利用描写水的有形和无形这个形象来隐喻，来描写读书人。我们知道很多以前的士大夫们，他们是不得志的，最后呢他们选择怎么样，就是离开官场，然后呢他到了隐居山林，去过着正流素食的这样的一个生活。所以呢，在这种出世道家出世的这种心情里面呢，有很多东西可以慢慢回来检视我们的内心，看看我们自己过往的记忆里面有哪些是值得争的，哪些是值得释然把它放掉。那这个曲子非常有意境，所以我们需要非常安静的一个空间，所以请大家平心静气的慢慢欣赏，谢谢。
Thank you.